现场的朋友你们好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曾水柔。 Thank you， 感恩的机会，我再次的有这个机会呢，都是今年里面第一次来到新加坡这里唱歌台，感谢我们歌台所有的这个赞助人，还有所有的这个机会还有安排呢，水柔才可以站在这个台上呢为大家献唱。那么马上就话不多说，来这个第二首歌曲，我就带来邓丽君的好歌送给大家。老师音乐响起，你怎么说？希望大家都会喜欢。Thank you.
巴雅雷曼，其实我很少有机会来到新加坡这里唱歌台，差不多是屈指可数了。我说，所以我说这个是我今年的这个第一场那个唱来这里唱歌台吧。我在想想看啊，我刚才有介绍了我自己叫什么名啊哈，但是我是会使问看卖无，那是唔捌看过不要紧啊，有看过甲我举手啊，有没有看过我直播的朋友举手？有啦，有一点点的。有看过我直播煮菜的举手？有煮菜的比较多，拍谁？轮次。开心就好。所以呢，有时候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有时候就像说东山再起呢，它也是一个很励志的。很励志，然后很有这个感动的歌曲，就是龙在 MCO 不断的做直播，然后才有更多的机会呢，很多地方呢有一些歌迷朋友认识我们歌这样子啦。好的，那马上接下来又来点一条的福建歌，送给大家这条《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》。
的歌曲呢，我相信呢，在场朋友呢会唱的呢都很多了，可以跟我一起唱，来这条《给阿婆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
困难。这个我唔知，因为我是头一摆，头一摆看到水溶姐姐，哇，很漂亮，很高贵，很大方。是啊，对，真的感觉就是我看电影，从电影走出来的感觉。是啊，飘飘然亮。跟我们分享一下，要抹什么东西，还是要擦什么东西，才会像你这样美丽？对，什么秘方分享一下？皮肤这么好，简单三个字。三个字，听好势啊，听不懂。哎。身心更加快乐，更加愉悦。多唱歌呢，心情好，身体也好，对肺好，对心脏好。哇，所以很健康。是，所以人家说音乐可以陶冶性情啊，就是这样子哈、哦。哦，来来来，哎，那可以的。好，我跟你讲啊、哦，全世界，你看这大荧幕，但翕了我无水哦。全世界哦，在演唱的话，只有费玉清跟张水龙可以在台上喝水，其他都不可以。啊，对，好来擦汗，拜拜。哎、啊、哎、啊，这个我帮你收。啊，哎、啊，这个粉丝有没有人要买哈、啊？哇，今天来买几单啊？很厉害的生意头脑。我今天金钟差不多在卖500块了。很值钱，很值钱。有人要看看来后台。等一下，开招标，招标，招标，价高者得。对，还是你寄回去哦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哦寄回去三碗煮做一碗啊，饮三嘴不平安的话，你讲。还是你要收家传之宝也可以，家传之宝。当然，我们的水龙呢，刚刚从我们那个马来西亚可以说最高的殿堂哦，云星剧场那个个人的演唱会造成的空前绝后，哇，爆满呢！所以再次给他热烈的掌声，鼓励鼓励一下哦，马来西亚之光啊！哦，我们今天很幸运呢，我们今天可以看免费的。啊、真的？什么叫做幸运？今天什么叫幸运？我就想，因为什么叫幸运跟免费？今天请他来是很多钱的嘞。对，因为没有我们的理事请他来、哦、然后我们造福大家、哦、都可以听出耳语、哦、所以是观众很幸运啊，大家都有福这样。其实妹妹，你今天第一天认识我哈，你认识我，我这个人呢，认识久了之后你就知道，其实我比普通人还要普通，我这些妈妈都知道，啊、对不对？啊，家婆。比素人还要素人啊！对对对，所以你看他煮菜都是啊信手拈来的，非常的自然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来，龚静静啊，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哦，这个站上我们的这个云星剧场哦，云顶世界的那个舞台啊，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感受会有一点小紧张啊。哦，是。我有一个好处啦、啊，哎，因为有近视很深啊，我挂把镜嘛。你看不见啊，其实都是满满的看不见。Oh. 到后来他们拿手电筒的时候，那 Enco 料手电筒就看到哦，上面有人啊。哦，原来打。哦，原来是安呢。原来打在这吗？我们远方的朋友。而且今天有很亮的名字、哦。来、啊，你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对、哦，所以他们看我，怕我看不见啊。Oh. 他们在二楼，在二楼。来，张水龙的粉丝，不管你是前面、中间、后面、旁边。全场的朋友来一个最大声的掌声加尖叫声的下、嗯、谢谢、啊、我感恩，我真的很感恩他、啊、因为、哦、我知道呢，没有粉丝，没有这个大家庭呢，就没有水龙了，这个唱歌的路上呢很需要被鼓励，是，对，我感恩有你们，谢谢，而且水龙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啊，非常懂得感谢，然后非常谦卑有礼的一位艺人啊，所以我们需要大家呢继续给他支持，继续给他鼓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也讲过，曾经讲过一句话，哎，我跟你访问，上次访问你之后回家，我妈妈哦讲我很赞呢，说我讲你几个字，我妈妈说很赞，所以我今天再讲一次，什么话？什么话？当水龙就是。孝顺感动天，所以今天才会这么红，对不对？来给他掌声鼓励鼓励一下。福建人叫做友好感动天啊！啊，对。好，啊，说到来，咱们来继续听你的好歌好曲哦。那如果现场的朋友，如果今天晚上是第一次遇到我们水龙的话，不妨你现在可以拿起你的手机，然后呢，看我的 Facebook 张水龙啊，帮我们 follow 一下，来追踪一下，追踪不用钱的啦哈、哦，啊，给他追踪一下、哦，来看他平常怎么煮菜，然后呢，怎么样嘞，生活的这个状态呢，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带什么好听的歌？刚才我唱了怀旧的老歌，廖秋花边瓜，耍罗来贝来秋，广东歌曲。哎呦
广东歌哎，我这条三个语言，我这条有及格哎，有及格了，有他们的打工，没及格广东歌，我唔敢出国唱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也可以的哈、哦。喜欢听广东歌有多少人？请掌声鼓励鼓励，听一下。哦，很多很多很多。OK， 没有关系。我、来听这首及格的歌。这个时段是你的时间，慢慢唱啊。如果真的唱错的话，我们可以重新再唱，没关系。啊，对，你要再加两首人。只有你才可以的。好，再来什么广东歌曲？好，万水千山总是情。哇，好听好听！再次欢迎我们的直播听众张世荣，掌声鼓励。
再次谢谢。